唔知啊，去外口得罪着什么人啦？啊，人超工哦，要甲你创，啊，结果嘞，惊爸妈怪罪来啊，起码乌一个窟窿互阮跳，这事我唔知唔。哦，讲到恁这对哦，狗男女哦，哦，心肝实在是有够浪荡嘞哈。哦，你哪里要害我？啊，唔好加载，好加载，阮无遐尼啊戆哦，你又害无过手，啊，若无唔做着，你害到嘿嘿嘿。吼，我真正生目睭，唔捌看过产生你爸仔囝这么厚面皮啦。哦，只有产化尔产，明明现场叫抓到，佫硬要拗。拗你个头壳一空的啦，哈！凡是这代志哦，狗无关的啦。我叫是咧外交咧，生理遐好做，啊，你凊彩乌爸母，啊，即马母佮袂收出来，再煞煞往阮这边来。大嫂，你好啊啦，坐坐去啦。妈，这个我袂让哦，一百低卡嘞，我是爱了偌济成本佮精神。我若真正做唔着代志，我认赌。要唔过今日是你超过伊创空，好变只会出头嘞。是啊，爸，这届来佫准拄煞吼，后一届就直接放我个小本店啦，一定让伊热假死啦，叫警察来处理。你哦，跟老军队来啊，同款啊，哈！哎，三宝啊，你唔好哦，连讲咱来皮夹底夹店哦，安尼倒卡手两工啊，啊，就想要当皮夹咧代表队员哈，啊，袂咧啦，海走咧啦，皮夹代志哦，也无人轮到你讲话啦，啊，你讲煞袂啦，你是我皮大海的囝仔呢，啊，伊要互人欺负，我来店的损失，伊敢袂你跳出来讲两句话？爸，啊，你讲安尼？就干那要顾林徽因阿婆，无要顾我革命就对完。我是伫咧无顾啥啦哈，你唔通伫咧徛迄个有空无顺的哦。我拄只叫因煞煞起来是为着啥？就是无爱互你冤家落济啦哈。啊，你即马伫咧讲这款的话，好啦。啊，这钱拢我了就好啊，只要出内面安尼平静平静就煞啦。威弟哦，林徽不管伊讲啥，你拢是徛到耳仔啪啪啪啦。啊，我甲你讲遮尼多，你拢无咧甲我信道嘛？好啦，那我目睭无伫咧痴迷啦，我也无伫咧创意啦。什么人胡白讲，什么人伫咧胡白做，我有伫咧看，我有伫咧听啦。亲家，哦，即摆听你讲的意思，啊，敢袂像你想要侮辱我的款的吼？啊，你就较差不多的啦。你若亲家讲三不五时哦，要来看恁查某囝，要看恁查某孙哦，我是甲你欢迎啊，我会叫你亲家啦。你若亲家要来阮家安尼乱哦，我也是会甲你当作粪扫，甲你呼出去。你好看卖啊！你我安怎？你真正有够大细心的呢！你以为是嫁出去的查某囝哦？你安尼三姑家四拜托，拜托伊回来住。啊，连这个囝婿啊，嘛甲请请回来。我即摆咧做未来呢，阮爸来看我，哎呦，你看，啊，你讲话哦，爱较有良心呢。啊，恁爸都唔是迄个意思，啊，你也唔通遐个冤话啊。哈，有伊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出来面唔知袂平静。你处理代志哪会公平啊？厝内拢足平静的啦。好啊，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做才会公平？你讲啊。真简单啊，把这个小狗啊请请出去啦，莫再让伊来插阮猪脚店的代志。安尼厝内哦，以后我甲你保证，大大细细拢足平静的啦。你较讲就是咧五四三啦，好，不要紧，足好个啊。我安尼阁甲你讲一摆，听话哦，除非我死，无是无可能。啊！我安怎？我也是看到我的查某孙嘞，啊！若无这口气，我就忍袂调哦。好啊，不要紧啦。你若真个要安尼继续落去乱哦，我是真实会甲恁顾下。你真正，你无顾情，我咧避免就对啊，唔哈？你哦，等你是安怎啦？气到头壳疼。哎呀，慧君啊，啊你搁伫做艺来，唔通哦讲到遐激动啦。啊，唔是恁去的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，亲家啊，紧带慧君哦去房间休困啦。啊，亲嘛，较讲哦，也是你哦较明理啦哈。啊，你哦有时阵哦安尼找一下机会哦，啊，咱甲亲家安尼苦劝一下哈。啊，我这安尼遐尔贤惠查某囝吼，啊嫁来到恁皮家，恁妈咧甲阮较疼惜一下哈。你安尼教恁囝婿比较，真正哦较不如啦。啊，无怪安尼遐尔啊激动，无怪安尼遐尔啊唔甘愿啦。哎，慧君，行行，加油，君啦，莫当个家己起落啦，啊。
哦，拄仔才做回来，甲因刚刚生气哦，无啥了性命啦。啊，我对你哦，我气到到底，啊，我真正会动脑筋啦。啊，世间上哦，啊，要找主管，啊，陈主管，遐尔无理解老大人啦。哼，三娘是啊，好无哦，真正够牵拖，牵拖为我一边来。好啊，三宝啊，看我的面子，莫甲伊计较啊啦。妈，是伊生了我的嘞。林妹啊，少生气啊，莫让妈歹做人啊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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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莫搁在遐讲迄话无啦，先赶紧来参详这一百下底下，看要安怎处理较要紧啦。无，先去恁栋啊，以后搁大大队啊。袂用你啦，这底下若恁栋过哦，拢迄个气味拢走去啊。啊，恁人阿母哦，都阿在创业尔，在拍基础咧，这品质信用上重要啦，袂用你。啊，不过底下拢无看防腐剂呢。反正刚刚明仔载就走避啊！我伫咧看吼，看啥物人爱食，我来送餐给人食好啦。遐济暗嘞，啊，啥物食？啊，无咧好无？我联络一寡社会团体嘛，探听一寡低收入户，啊，一户送一盒，啊，我开车送来给因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嘛是好啊吼。啊，凡是遐吼，拢唔捌食过咱这个皮夹猪脚的吼，送给因吃，因绝对会足欢喜的啦。好，那呢吼，我即马随来联络。我都会走去啊。爸妈，我来去啊哈。好，谢谢伊哦。来等来等哦。请问一下，婷婷什么时阵会用动第二届手术？哦，医生暂时定在后个月初。手术的费用需要偌济啊？应该甲初一班差不多，要百外万哦。啊，不过手术了后，还佫有继续追踪治疗的费用。安尼是不是第二届手术做完，婷婷就应该完全复原啊？哦，大段医生哦，有甲婷婷妈妈解释过，再看第二摆手术的结果，甲会当做判断。妈，万一婷婷若当第二遍的手术，哪个未好是变安怎？未使你歹运啦。为着即马吼，为着要甲婷婷医好，开较侪钱嘛袂要紧啦。我即马吼，都要赶紧甲我手头三间套房卖掉，其他的拄着才想办法啦。妈，我唔讲。喂。快啊！安怎？按快了有满意无？啥？安尼计数抬了伤强啦！我知影即马景气歹无好卖啦，啊，不过这三间套房我是一定爱卖啦。无安尼吼，我即马随过去啦，我当面甲伊瞧吼，啊，你叫伊稍等一下。嘿，完了，婷婷你先带转去，我来总结下一撮。妈，妈。所以讲话，就算讲妈把迄三间套房拢卖掉，妈不一定会当把婷婷的病彻底医好。万一第二遍的手术达不成功，都还阁当第三遍，那你是变怎？妈已经把所有一切拢给婷婷了，阿爷为了婷婷，一点命都不卖啊！我若把婷婷阁继续待在厝内。王家一定会为着阮母仔囝倾家荡产，妈家爷对我温重如山，我袂爱这样自私，我一定要带婷婷离开王家。我若带婷婷离开，安尼我是要去倒替婷婷做义父。爸爸，我跟你外祖回来啊！我相信哦，爸爸踮咧天顶哦，嘛无希望妈妈，但你相信啦。娘
我的爸爸每次真心的事，我妹妹之前玩具没有去偷，小妹哥今天连春夜机会都没。不要，我不要婷婷，看伊他赶快来灭我，快点想办法救婷婷，快点想办法救婷婷。相信咪好哭啊啦吼，来，起来，来，咱来那边啊坐坐。好，我这一杯先干。这位太太，你今天想做什么？他说他有机会，我看过他自己。生得足古锥的，敢袂使借我抱一下？
天平。我等无你的人，我较想讲要去警察局去报警。是叫阿关心阿婷婷带回来，哪会到今嘛还没看到人？妈啦，啊你走去倒啦，哪会到今嘛才回来啦？婷婷阿吃药啊，你袂记的？妈，我差点忘记婷婷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差一点啊，无说你叫车弄着。哎呦，你哪这么无说你啦？以后吼，你囡仔也是莫带出去较好啦。来，老婆，你给我婷婷加油啊！然后，关啊，手术的费用吼，你免烦恼啊啦。那三间套房哦，已经有人出价啊。虽然介绍唔是真好，啊，不过即摆时机歹哦，会当卖出去哦，都爱偷笑啊啦。拄则我已经讲啊差不多啊，对方点头，咱都有钱谈好婷婷手术啦。来，婷婷乖哦，加油啊哦，啊来吹个气哦。妈，为着阮母仔囝害你袂结婚，我一世人就算讲做有做袂，我嘛一定要来报答你。喂，尊贤哦，嘿，啊，是啦妈，雷锋敢有回去？有啊。雷锋在我身边呢，啊，你要跟伊讲话无？哈？免啦，我只要伊回去就好啊啦。哦，啊你有要回来无？我即卖公司还阁有代志咧，无闲咧，看我回去接雷锋啦。哦，好啦，好。无就安尼啦哈。OK， 拜拜。看我都过来接你啊！哈，爸妈，二姐，爸妈，二姐，哎呀，雷文在倒位啊？雷文在楼顶啊。我来看雷文。哦。哎，建龙，啊，雷文哦，就已经冇得休困，哎，也真少人来去了哈。好。二姐夫在你家。尊贤等下就来接你啊啦。二姐，歹势啦，公司一挂代志哦，是我引起的，看你哪里冤家哦，也真歹势啊，是嘞。没啦。我看你安尼，让我真哩无欢喜哦，愈来愈严重哦，我实在真袂得过啦。还是我找二姐夫讲一下。不免啦，我跟伊冤家是我阿婆的代志啊，你别去跟恁二姐夫斗就好啊。二姐，建宏伊是好意在关心你，你家己安尼，袂输敢若建宏对不起你，啊你敢对？啊哦，丽文啊，建宏是跟恁二姐哦，即马咧下公司的代志啦，啊回公道哦。二姐，你先坐落来，来。这个，因为你想这个，慢点开。二姐根本就和人袂讲的，我去公司倒卡手，伊讲我管收债，我想到你可以管，伊管小管哪有问题，我该问一个拢袂用的。
问一下，伊就讲阮害伊甲二姐夫冤家，啊，建宏也无做唔对啊。伊甲二姐回失的，佮替伊去安搭二姐夫，二姐佮你无欢喜，伊根本就无心理家己有唔对，安尼人是要哪继续甲伊讲落去啊？嘿啦，拢我做唔对，拢我家己一个人，我甲你回失，咱会赢的无？恁两个哦，敢袂用安尼互相相让一下，就一定爱安尼计较。那愈计较哦，话是愈讲愈歹听。俊贤跟恁二姐哦，伊是有开公司的这经验。啊，那建宏哦，有建宏的专业的。恁两个哦，来斗阵做公司，这是真好啦。要唔讲哦，大家拢心理上爱有一个准备哦，要互相。大家来做伙赚钱，加减拢有一挂纠纷滴个，所以吼，无论讲这哦权利啦、义务啦，咱就爱想安尼个定下好势，安尼照好照行，阿伯较无卡上下位吼。爸，我嘛无想要甲二姐计较啥，是二姐无照规矩行，才有这个代志。我已经对恁足好安尼，阿无你是要甲安怎？建宏伊个专业啊。啊！不过也去外口吃人的头路，敢有通像来阮公司做股东赚遐侪钱？你讲了无唔对，啊！不过建宏的专业嘛替恁赚袂少钱呢。遐个钱拢是建宏创造的利润，应该分着红利，这咱早就讲好啊。无人规定讲哦，股东的红利要三个月分一遍啊。就算讲我年底才算哦，伊遐嘛无超过啊。建宏一个人来阮公司，有业绩奖金也要分红。啊，搁有啦，阮家伫咧公司有底薪，啊，搁有业绩奖金，你着叫我爱何个什么啊？工作奖金哦，加班费哦，一个月你搁宽出头，出手逐项着要爱给我讨钱。对啦，你着看你二姐夫哦，人情慷慨，所以着要借手杀特手客，看公司赚偌济，但不能尽量去分啦。啊，你搁有想过，我一人怀起公司有偌辛苦啊？二姐，你讲这话就伤人的呢，更何是二姐夫找去合作的。阮家嘛是因为恁公司有需要，伊才会去上班。我是去甲你斗趁钱，毋是要甲你伸长手。你个小弟小妹想要出去找头路，维持生活毋是遐尼困难。你毋免甲我当作是乞食，讲话讲遐尼歹听。三姐，二姐若是感觉我领伤济，啊若无我个工作奖金摕转去公司，你莫阁冤啊啦。你应该领着爱领，啥物摕转公司？好啊啦，好啊，丽云啊，较细声啦，莫安尼大声量。哦，对啦，公司吼，这规定若讲无清楚，还是讲有无合理的所在吼，趁这个时阵吼，大家个人好好参详一下。公司虽然是讲无法大间，也不过要经营一间公司吼，也有伊个困难滴啦。所以讲吼，你啊，我来较谅解一点吼。啊，不过二姐大概拢是怕人怕救人，唔对，拢要讲较对。好啦，啊无我拢莫讲话，安尼用的无？惠弟，我即摆跟你好姐夫哦，莫叫我那强要白斗阵啦，无你看明仔载就会好当后头厝啊啦。到迄个时阵哦，公司的代志我嘛无法当寸脚插手啦，看你明仔日再搁载你去无？煞煞去啦，你话拢讲到安尼啊，我若是无点去哦，煞来你跟你姐夫的代志，拢会牵头对我接来。哎，好啦，好好。刘娜，啊你个巴肚也无咧活用啦，你莫拄我起到一个面啊青顺顺。起来啦，去房间休困。起来，起来。爸妈，啊，我嘛开啊。好。好，娘啊，恁爸爸都伫咧替恁做公亲啊，啊，你都袂当安尼减讲两句啊，好啦。好啦，好啦，无错。娘啊，即摆读好来也真侪代志哩啊，莫过再过来讲啥啦。身体注意一下，莫咧去啦，吼，莫生气。我是咧烦恼呢，你伫咧公司常常吃亏，亲像我咧是要安怎继续合作啊？二姐甲二姐夫这么闹干呢，大家拢唔敢去接鼻，甚至连爸妈叫我爱让伊，安尼二姐根本就袂认为讲伊有倒位做唔对呢，敢讲伊的婚姻嘛爱咱替伊负责？丽芬啊，我能体谅到你的心情啦，不过
这二姐个性确实是较阿爸，迄行为讲，伊伫杨家食好穿好惯习啊，即马二姐夫离开杨家，伊当然嘛甲咱讲哦，这生活上较无保障，所以才想要甲这公司大大细项的代志拢落你手头啊，嘛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才无顾姊妹仔情，嘛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才甲二姐夫哦会安尼起冲突啦，其实我这个想啦，这二姐压力嘛足大个啦。这我知影。不过二姐把所有的事情都拿在手头，这样不是在解决问题，是在增加自己的压力呢。对啦，这所有的人都知道啦。二姐就是因为说，让这些问题缩白掉的，所以才看不清楚自己啊。也是因为这样啦。所以爸妈在苦劝我们的时候，他较站二姐那边嘛。他爸很清楚说，假使我若是吃亏淡薄，不过有你在后面支持我，我们的婚姻不出问题啊。不过二姐就不一样了。现在二姐跟二姐夫已经起冲突，假使爸如果骂，这样二姐的婚姻真有可能变成大姐的婚姻同样。所以我当然没希望是这样啊。不过二姐，她都不会反省她自己。就算说这次我们大家都让她，爸也苦劝她，她也好好啊。不过她的个性，后来她也是同样，会不会伤害我们所有的人。就尽量忍耐啊。你自己的二姐，敢说你要跟她变面，要跟她断绝关系哦？其实我心内不愿哦，绝对袂比你较少啦。啊，像我伫阮平家，我是二班的囡仔，所以我啥物代志我拢爱让阮大兄。我即马甲我家己的大册先来做生意，开公司，就算我往哪吃亏哦，我嘛是同款的心内，因为我即马是住伫丈人的厝的。建宏，这我知影啊，我就是惊你会安尼想，我唔才着爱跟我二姐安尼一句来一句去。我安尼做是徛伫你立场替你讲话，我无希望你受着委屈啊。我知影，你想的哦，你做的我拢知影。二姐代志哦，我是会用无甲计较啦。伊爸妈对我温情足大，面对我离开平家的时阵哦，安尼在我上困难的时阵，互我上大的帮助，互我一个温暖的家度过迄段日子啊。所以无论安怎，爸妈我拢足感谢因的，我拢足尊重因的，嘛是因为安尼。所以，我愿意徛在爸妈的立场，体谅二姐。你们，我所做的、所想的，爱玲了解吗？我了解。既然呢，你有没跟我二姐计较啊？为了我今麦所谈的，有够应付咱两个开销，安尼就好啊。若是讲哦，为着钱，甲厝内人变面，安尼一样是趁钱哦。想要过新娘找了回来哦，像钱又买袂着的。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做法，也希望二姐也能了解这个道理。饮茶啦，啊！爸妈，歹势，因为公司有这块代志去耽误着，才让你等这么久。已经真晚了，应该我爸妈休困了，你跟我来等啊。我原要等遮困，无要回去。阿春连头来接你啊，啊你气也未消啊。嗯。妈，伊下当去啉酒，啉到规暝拢唔知影通回来，我等下家己后头厝困一暝是干哪？上无，咱遮咪像人迄款无正当的所在。春燕啊，阿气连个来啊吼。阿妹，你着急啦！来来来，先啉一下茶咧，吼。哎，这茶吼，若啉落啊吼，回甘啦，吼，啊滋味清香，袂涩，佫袂苦。像吼，你啉酒吼，你是较有经验啦。酒若啉落去吼，甚物款的滋味你是较了解。酒店的查某囡仔，敢有影较温柔？爸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我去酒店啉较少醉，毋是因为酒店的小姐较温柔，是因为酒若啉落去，所有痛苦烦恼的代志，都当暂时放互袂记。我才会啉酒较优秀。但是哦，你拢无想讲，你若酒精醒了后。做某人会生气，
两个人要冤家，这才是痛苦的开始啦。啊，你都得搁开始饮酒来麻醉家己，亲像这款的生活，感觉搁有将来哟。把你讲的话，我了解了。我无啥物愈聊愈亲啊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控制袂住咧。爸，你甲看，伊就是安尼啊，明明家己爱恋爱昏迷，佮讲袂输，敢若家己偌痛苦啊，无奈的。好啊啦，你互恁爸吼好啊，甲春莲讲啦，恁莫插嘴，点点。春莲啦，丽凤这个个性吼是有较歹啦，啊，但是我有定咧甲叫讲啊，就要改哦。啊，你嘛袂用讲哦，安尼心情若郁醉，啊，就走去酒店。这款哦，歹个性也无改，啊，我嘛无迄个立场讲安尼，一直苛刻地方啊，啊，不是？是啦，春莲啊，你唔爱想看麦，你看你因为饮酒喝了偌济代志啊，开车去弄到冤家，啊，你带酒店的小姐去开房间，去有狗仔队甲你偷袭着，敢讲这代志你还佫加袂乖哦？真的哦，我拢嘛讲啊，嘴酸啊。牛就是牛，看到北京嘛是牛，早就捡到啦。丽凤，我今嘛无啥物甲你冤哦。啊，不过你对建行杨某做啥物亏心事，你敢唔免甲爸妈讲个清楚？这是两回事哦，你莫给我代志做借口哈。你点点？多年，丽凤有做啥物唔对个代志啊？爸，公司有趁钱。我叫丽凤，本来要结婚，丽凤唔甘愿，要发票做假钞，点建宏个红字。建宏甲丽文对小爸感觉怀疑，我是惊拍歹亲戚之间的感情，所以我只好放甘丽凤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安尼做真对不起杨某。哎呦，丽凤啊！啊！你连家己想的敢袂使钱，你也敢念哦？妈，对建宏才摕五百万出来投资尔，佮照你讲，根本就无够三成啊！迄个嘛是哦，俊仁家己假慷慨啦，答应讲要有建宏三成的股份，啊，不过这根本就无合理嘛。我迄做嘛是照大家对公司所付出的辛苦，才合理的分配尔。啊！你佫强辩，做假小姐就是你唔对啊啦。而且三成的红利哦，嘛是俊廷甲建宏两个人讲好势，啊，你无照好照行，当然俊廷甲建宏对你有怨言啦。哎，你哦，你实在是足假的啦！你拢无想看卖啊呢？当初是你甲俊廷两个人，为着恁尤家两个妈妈咧大医，恁安尼无闲无时间，通去顾恁公司，离婚哦，无条件去甲公司甲你斗下手，伊安尼欠啊吼，欠啊老体呢。这代志你拢袂记念哈？亲像你着自私这个性吼，敢若感觉家己吼艰苦啦，啊拢无注意讲别人对你的付出啦。丽芬甲建宏两个人吼，若要甲你同款这款个性吼，一条啊一条甲你算吼，你遐红的吼，佫吐出海量佫无够嘞。你做这款代志，以后我是要安怎面对建宏？逐天开嘴还出讲个拢是钱啦、财产啦，欠阮正钱，我唔知影你这么爱钱。尤俊诶，你对我这做太太到底有啥物不满哦？你今日做一件事，我爸妈面头前拢讲出来啊！咪骗家己爱花天酒地，去替我做借口，你唔贪袂记哈？你去占据的遐钱，拢是我替你赚来诶！你好啊啦，你讲这话，也是为着你家己哦，犯错了咧做借口。四个囡仔吼，读书你上好啦，啊，若做人做事哦，你上失败。爸，今仔是俊仁去外口放荡嘞，你唔但不介意，你阁怪我骂我，那你为何甚物委屈哦？我妈妈等后头住啊，啊，你可别够人怨啊！你若爱你嘛，那钱都可以你我变少过，我还袂甲怪你啦。丽芳啊，别叫啦。代志我见笑当生气，咱就去阿哥家哟。爸，阿丽凤即马就是安尼啦，安怎讲都讲袂通，叫人闹了出来。真的啦，丽凤是较爱面子啦，啊，不过我是希望讲吼，你人阿无有啥物代志用讲就好啊啦。你妈安尼常常哦，卡袂着激气，就走去外面啉烧酒啦，吼。妈，
是的啦，这点我知影啦。啊，真话啦，你好好休困，我先回去。好啦。婆子。啊。所介绍这个代志哦，暂时莫让建宏甲丽云知影，看免哦，代志安尼愈搞愈大条。那个地方啊，各项代志都足够算的啦。但是千算万算哦，就是人情义理这四字算不落去啦。即个今仔日咱母家哦，姊妹啊，翁婿，拢该避免。站酒店，跟我做啥基本就两回事，你才要做伊讲，电话害我红骂，安尼你欢喜啊？你若敢走转去后头拄道，就莫跟人讲啦。你若为着我做小代志，你无欢喜，我得甲建龙伊回信诶呀，甚至家己保护伊。啊，毋过你安一日敢毋敢？昨暗占酒店，你敢若毋敢伤害着咱阿婆感情？你做介绍我抓到时阵，我伫靠近你，你顶头甲我大细声。啊，你安尼毋是同款在破坏阿婆感情？我昨昏已经甲你讲，我会改啊，我嘛一定咧弥补啊，无你是想要安怎啦？你若无彻底反省检讨你做人做代志诶态度。这个问题哦，赶快继续发生啦！俊彦，我拢跟你讲过啊，我是因为无安全感，我惊我失去足多物件，所以我咧做我是为着你，为着咱这个家呢。你莫用我做借口，你是为着要下建宏钱，你为着要吃好穿好，买名牌包。你误会我，遐钱都伫公司的口袋，我一身乌气都无去叮当着。你莫解释遐济，钱你要还有建宏，你家己决定，以后我的代志你莫管。我袂管你的代志。真的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改。我拜托你，莫用这款态度对待我，好不好？我会等到你真正改变，我会考虑。我拢跟你讲过，你敢用这款态度对待我？我看你根本就无想要改变，因为外口遐查某比我较少年，比我较老奶，所以就气嫌我，根本就无想要等来，对无？你看，你就是安尼。讲无两句的七只狗尾本事就走出来，你讲你会改，鬼才会相信啦。家财咱无囡仔，阿就无法互你拔掉啊。逐天有听你的屁嘿叫啊，我哦，我会起痟啦。头先你讲，以后我伫外口，你袂管我，我即摆出去，这个家交予你，你要安怎就安怎啦。俊仁，严俊仁。开文啊，是啊，嗯，生做斯文斯文啊啦，啊人啊生做袂歹，无怪萱萱姐遐尼介意。是讲哦，你原来真好打啦吼，敢对萱萱乌白来，你拢无去探听讲萱萱伊阿公到底是啥物人？我一定在读小学的时阵哦，我就是你的校长，这嘛无得卡啊！你是怎样作乱来的？阿公，是你啦，我已经知道我做唔对了。看你这行也唔是啥物歹囡仔啦，就是哦一时懵懂哦，即也做唔对代志。我知影讲恁爸母离婚啊，家境无通够偌好。
但是啊，万一讲家境无好，自责来当作讲逃避责任的借口，安尼你知影？啊，既然佮知影，现在要到这个时阵，这个责任要我轩轩家己人来担。我来唔是要逼你负这个责任，我嘛知影讲你这阵无在调动企业的囡仔，所以讲只要轩轩你来同意啊，我大概是希望讲。叫轩轩主把刀来，给囡仔提掉。是啊，你看轩轩把这囡仔提掉。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的。